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 Yuri。那今天我们又回到安博航空七大奇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然后还想再看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然后追踪我们的 Twitch。想知道什么时候发布新影片，或是什么时候开台直播的话，要记得去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哦。那我们就继续新的关卡吧。那我们就从56关继续，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不是，今天就是剧情的最后一集了。那今天一样是我跟阿瑶、木木，还有我们的伊旺，大家快要安然度过了这一季呢，感动吗？希望可以安然度过，想哭。那我们就开始吧。维斯，这个维斯伊旺是怎么回事？等他八卦了吧？他爸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啊。遗忘是为了想要少一个角色吗？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吗？啊、哦，看了看了看了。哎呦！昨晚真是精彩，让你见识到里约的另一面。鲜亮的灯光，色彩。还有那些服装，你有心事吗，安博？分担问题就是减轻问题，不是那样的吧？而且这应该算是私事。你喜欢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大卫、啊，我不服。那个大卫，对，我发现我对他有男女间的感情。你知道他一直在你身边，我想他真的很在乎你，你不应该白白错过的。没错，我不想有任何的遗憾。等待越久，浪费的时间就越多。相信过来人的话。对了，爸，你明天想见见机组人员吗？他们会很开心见到认识你的。好啊，亲爱的，这是我的荣幸。面对商会真的很出戏耶。那三个人，对啊，他说的对，我蹉跎太久了，我要告诉大卫真话。等我一下，大卫现在有点烧香。他会被亲到烧香。不行，我觉得我他注定要烧香了，我现在声音下不去。艾希莉，你在？我以为你想要。我靠你啊！啊？你完蛋了！啊？我是啊，我是说。我会，可是，我以为我们是真有火花到了，好潇洒，超级潇洒。默默，再次，默默要重现我昨天的情况了。好，我再次哦。嗯。我以为我们之间有火花到了。你是很棒的女孩，艾希莉。我也喜欢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不曾看待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可是为什么？我怎么会会错意呢？很抱歉，艾希莉，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我无意伤害你，艾希莉，我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是安博。对吗？
艾希莉，拜托，等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看到他的手穿过他的眼睛，要擦了他的眼泪。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你前面先跟他很镇定的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后面又同意他说哦对啊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你又再一次的拒绝他说哦不我不是这么想的，这是什么状况？哎、欸，你知道如果我们一开始从那个，阿西你在做什么？我以为你想要，哦我是，哦我刚刚看到好像说啊什么你是哈？我刚刚超想笑的。喂，他在讲出我是，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啊？你到底要不要？好好，我们继续吧。航空公司大团圆，等一下，感觉是我的。好，我先把这一口吃掉。加油！大家要吃什么？麦当劳。哦。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吧。航空公司大团圆。贾斯汀，马德琳，一切都还好吗？非常好，他是很杰出的机师。我听说你们一开始有点问题，只是少了贾斯汀。只是少了凯尔，让贾斯汀有点失落罢了。嘿，各位，我有事情要宣布。我想向大家介绍我的父亲。什么？等一下，等一下。您好。霍普先生，请问您的工作是？请叫我班。其实我是地理学家，简单的说，我是研究岩石的。不过过去几年，我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处理私人事务。听起来好像我认识的某个人。还好，因为其实你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因为我已经先按下去。没关系，我想说没关系，那不然就等一下吧，让他过。马德琳，等一下。我想为了质疑你跟你道歉，你之前真的帮了我大忙，而你从不曾因此羞辱我，不像我对你那么不客气。直到凯尔重获自由，让我觉得好多了，现在我可以思考得更清楚了，所以对不起。我接受你的道歉，贾斯汀，我们把这件事情忘了吧。可惜你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是啊，我想凯尔会想回到原本的岗位。谁知道呢？如果情况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可能会是支很棒的队伍呢。也许我们未来会再相遇。希望如此。下一张，我看一下硬碟容量。OK， 应该勉强。继续吧。迷失自我。我的声音就下不去啦。两位，谢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办到的，但你们永远是为我洗刷罪名的恩人。别提了，你也会为我们这么做的。
我还是无法相信，整个报道竟然出自一本日记。我痛恨假新闻。为什么我不早点告诉大卫呢？经过这么久的等待，我不能怪他选择别人。希望艾希莉能让他幸福。太好了，没有大卫，我觉得很开心。你没事吧，凯尔？你看起来有点紧张。你想什么？想到失神了？这不像你。有什么事吗？没有，没什么。你知道吗？当我知道自己可能去坐牢，第一个闪过我念头，脑中的念头是我来不及跟凯伦结婚。在那之前，结婚这件事让我很紧张。别误会，我爱凯伦。可是你又害怕被他绑住。对，不过现在我觉得轻松多了，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凯伦从里约回来时，我要带他到最近的市政厅跟他结婚。你知道啊，我听说里约是个很好的地点。应该是有啦，我们工会的群里面有人在说有地震。哦，尴尬，我怎么没感觉？糟了，明天是安杰拉的时装秀，选择安博与潘蜜拉在时装秀上穿着的压轴服装吧。那有没有买衣服啊？告诉你要不要花钱啊？买了买了。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套没有解锁哎，你就选一套目前你比较喜欢的，反正现在39个钻，应该你就把看顺眼的买掉就好了。嗯，你们觉得呢？哪一套？我看看，我看看。时装秀时间。哦，安杰拉，对，我是安博，你还好吗？闪退了，问候。那是安德。对，大家都喜欢你设计的服装。另外，我想建议一件事。太好了，那一定会很棒，不是吗？展现你的设计的时装秀，乘客们一定会很开心的。好，我会搭好舞台，晚点见。搭好舞台 ，OK 的啦。让我害怕一下。这好像是我哎、欸。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各位好，欢迎参加第一届斯纳格福特航空时装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安杰拉·拿波里，也是接下来所有漂亮服装的设计师。以上就是我们的时装秀，请为斯纳格福特航空的空服员献上掌声。有啊 ，Neil， 我觉得好寒酸哦，好，我也觉得好虚哦，不是应该好多套吗？不过他可能怕剧情太拖台前吧，应该是。我换五套的话，你们就要看他走五次。他可以来个两套啊。好啦，我们就继续吧。一套，然后潘蜜拉一套，两套，就这样。啊，两套啊，对吧？唉，好，我们开始吧。
不敢相信就快结束了。不过这是很棒的旅程，一生一次的旅程。哦，凯伦，你有考虑过你的婚礼吗？还没有，不过我很期待跟凯尔再讨论看看，在家边喝热巧克力边喝热边讨论。现在呢，我必须帮汉克带些东西回去，他会喜欢些什么呢？你一定可以在市集里找到适合他的东西的。谢谢，我会看看的。我跟你一起去。走之前，我最好把这里清理一下。不要给我跳舞，你刚刚给我过来做事哦。帮忙说一下，是会死呢，这三个。我来到美丽探险的终点了，感谢各位出勤并提供完美的服务。现在让我们飞回斯纳格福特吧。也谢谢你，凯伦。惊喜？怎么会？凯伦，经过这件事情，我了解到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你，我亲爱的凯伦。我要跟你结婚，无论如何，无论何地。我，凯伦斯考特菲尔德，今晚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现在宣布，你们成为夫妻。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万岁！告诉我旅程如何吧。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你错，凯尔。放心，老实说，马德琳真的做得不错。不好意思啊，刚刚有一个小飞虫。贾斯汀，我必须跟你说件事，我考虑要辞职了。什么？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想安定下来，我不想再当技师了。哇哦，我终于见到这位凯尔了，贾斯汀念念不忘的人。嘿，凯尔，很高兴再见到你。我想再一次恭喜你，我真为你们两个感到高兴。谢谢你，安博。嘿吗？当然没问题，我明天晚上会去做晚餐的。我有好多故事想要告诉你。我碰到一个很棒的人。不是吗？不是男朋友。好，明天见。那么，准备好下一趟飞行了吗？当然准备好了，我相信下一趟旅程会更刺激的。探索世界各地更多的文化，结识可爱的人们。或是恋爱对象。我不知道，不过我期待全新更刺激的冒险。啊，我知道你很想念寿司，不过他过得很自在。你叫鱼寿司？再次拥有家庭时光真是太棒了。喂，
哦，天哪！我马上就到。奶奶住院了。突然觉得他们家没有和平过耶。嗯。这个画面一片白是正常的吗？我也觉得怪怪的。我也觉得。你点一下刚刚。他刚刚说出奶奶住院了的时候，我的心里浮出来一句话说：“难道是心灵良方？”我觉得你按跳过好了，我觉得他卡住了。我也觉得他卡住了。好啦，那我们这一季也告一段落，让我们来谢谢我们的安博航空，终于正式结束了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定会结束，他或许还有第三季。看起来就有吧，对啊，一定有第三季啊！大卫又没弄完啊。好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集是要把他的日记还有其他东西补完，所以算是应该会在那一集里面，可能还会聊一些我们其实之前录影前面几集没有剪进去一些很可惜的小片段。我其实还蛮想剪花絮的，但是首先第一我的硬碟不足，第二好累哦，剪那些东西还蛮累的，因为我很想要上字幕。啊，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一次也加入我们安博航空的木木。那感谢游玩安博航空。谢谢大家，耶、yeah, ！我们结束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还想再看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哦。那如果想要有时候想要跟我们开台直播互动的话，就要记得去看一下我的 Twitch， 也是要记得追随订阅。想知道什么时候发布新影片，有没有新系列呢？或是有推荐游戏，那就去我们的粉丝专页喽。我是番茄 Yuri， 我们之后再见，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所以最底下没东西哦，就这样子。就这样。哦，嗯。